喂，妈你哪？秋英，很矮。阿桑。秋英，慢点一个好消息。妈给好消息的。刚用个两套，妈爱改操按多年，表现十分好，可以提前释放呀。真的？真的啊。哎呦，哎，真的太好哎，真的太好哎呀。秋英，你等等，过两年了，就能给我转到你身边呢。啊，好，好，老天哪，你终于开眼了呀！生活以来，那一直无私的帮助爱的人。哎呀，秋爷，哎呦妈的呀，帮爱上的忙，还一天我帮的呀。哎，你讲，爱的人对爱好，爱也不想隐瞒你。其实，爱是有老公的呀。爱的人，但唔系佮佮西施的咩？唔系。寒伤啊！人家老公的寒伤，嗯，东西你没同太家讲，人家老公的件，他爱骗太家的，这到底是哪件事啊？事情啊，是暗用的，去年有个银贩子想拐走小妹，我们老公发现以后。最上下就把银贩子打的，一时数就把给银贩子打死耶。后来那老公是自诉，就判去酬劳。爱的人啊，想要小妹和官腔的反映他状态，所以想搬转娘家，并变得太感人。我会暗用的呀，暗一个。俺知道你对俺安好，俺永远也不了马个呀。你还得把心思放俺偏的女生好戏吧。就算你还有老公，就算俺马个也得不到，
哎，这心感情人逼你做事啊。哎，你哥你好苦啊。哎，娘你秋爷，俺不用你难做的，俺不把一份情书从啊，来心度呀、啊。